本视频由 Tobier 原唱制作。从前的日子过得慢，如果我要去见你，我愿意花上我大半天的时间去辗转。可是今时不同往日，汽车使两地之间的联系更加频繁，汽车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。现在很多朋友都有买车的想法，毕竟时代在变，那些过得慢的日子只在心中的田园。不过汽车作为消耗品，花钱买回来之后还要对其不断投入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人们的生活负担。小编在这里就推荐了四款白领们的理想车型，不怕养不起。第一，远景 SE， 售价在6.99到10.29万，拥有不俗的外观，配置应有尽有，动力也不错。毕竟大家都知道，国产车的保养费用相对比较便宜，配件更好找，吉利品牌在国内的认可度也比较高，有保障。第二，宝骏510，售价在5.48到7.68万。宝骏作为自主品牌里性价比很高的品牌，不完完全全靠的是自己的售价，更主要的还是车辆的养护成本也很低，在后期使用中可以省下不少的费用。第三，名爵 ZS， 售价在7.38到11.58万。名爵 ZS 这款车的颜值真的没话说，颜值控首选车型，非常适合年轻人驾驶。同时名爵被上汽收购后，其保养成本也随之降下来了，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源自英国的品牌了。第四，长安 CS55， 售价在8.39到13.29万。自从长安改变风格后，带给人们的印象一直是厚实的感觉，在视觉上来说，应该没有哪个国产车的视觉质感能超过长安。长安作为国内的老牌车企，其售后服务体系比较完善，车辆的养护方便，费用低廉。买车容易养车难，这四款8万左右的 SUV 月薪5000也养得起。